但这一次可能这张专辑的创作只有两年时间，就是他可能能够更及时的更当下的捕捉我们在这两年的一些生活的体验，包括我们音乐方面的一些取向，所以说可能这是一种更健康的一种创作方式吧，对我来说。
上一张相当于是我们一个最初组队那么几年，从慢慢摸索到开始形成一种我们觉得比较舒服的方式，兼获了那么多年，就是各种各样阶段的歌，然后等上相当于一个整合吧。消失在头顶。